你后天阿妈动手术，应该要几若点钟？趁这个时阵出来，甲四后买一个伊上爱食的其他面书，然后来甲阿妈买一碗鱼汤，等出来就当食。我都正打电话来预定一阿其他面霜。杨小姐，你稍等嘞。这是上尾一阿，我刚才哦，你有打电话来订？多谢你。欢迎光临。我要一阿其他面霜。快些啦！其他面试我拄啊未完啊，你明仔载哦再来过啦，真歹势呢。既然安尼，我甲恁店内行程全拢包落，你即马随家做一个，偌侪钱拢袂要紧。真歹势啦，这吼毋是钱的问题啦。啊，毋是钱的问题，是啥物问题？是啥？你甲我讲袂要紧啊。先生，敢会当卖为安即个店员？人家已经甲你讲过啊，其他面试未完啊，你明仔载再搁较早来买就好啊。咁一定爱听买较着，搁再讲啦，咱这间店因个糕点全部拢是限量出做，无可能为着你，个生产线拢包落来，个算讲是真正会当安尼做。因用无欢喜个心情去制作你想要爱个糕点，啊，毋过这蛋糕你食落去了后，我相信迄款滋味一定嘛无同款。所以我要甲你讲，请你卖为难别人。慢慢破坏这间店的招牌。真少人敢甲我呛声，这查某囡仔阁真大胆。你敢知影我是谁？我知道。啊，既然知影，阁敢安尼甲我讲话？是安怎唔敢？你不过是一个甲我同款爱食提拉米苏的人尔，也唔过唔管你是啥物人，拢无应该用这款的态度对待店员。另外一个巧克力蛋糕啊！好，你稍等嘞。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啊，我就请我你。免啦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有真侪时阵用强迫的手段，无一定会当解决问题。转个念，轻声细碎，甲人拜托一下，无得卡有另外一款的结果，就像现今嘛，敢不是皆大欢喜？夏梦姐，顾家业休假，你敢不知道是谁？有，是三次周刊的记者，也是我们家老顾客。